看来我已经三个月没有做 vlog 了，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些这三个月遇到了做到。看来我已经三个月没有做 vlog 了，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些三个月酷炫的事物吧。看来我已经三个月没有做 vlog 了，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些酷炫的事物吧。